主席，我想请龙主委。好，诸位请。杨委员你好。诸位你好，这很难哈、哦，有些时候，这个我看了今天一整天一个上午了啊的质询，有的人把你的书这个拿来跟你现在所面对的或者说你所接受的职务相当的标准价值来做检验，那有的人也把应该算你的前任了，刚刚所讨论的管碧玲委员，这些我看是你的前任啊。我想综合这些讨论呢、啊，几个细节或许没有章法了啊，但是我想深入跟你这个请教一下。那我记得我在立法院总质询的时候，其实有特别看了你的书啊，把你的啊你脍炙人口的第一篇拿来问你啊，然后我举瘦肉精，我举物价。这个涨价整个内阁的问题，但我印象你的答复是你专注于你的这个文化文件委员会或者是文化部的业务了哈、啊，那其他这些琐碎我们就不要再讲。我想追问这个管碧玲委员刚刚所提的，这是你的前任这个盛智仁主委所拟定的案子对不对？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委托投资管理计划，经过那么早上这么多委员和大家质疑，啊，我也隐约感觉你的政策好像有点啊，有点要改弦更张的意思。没有，我给你一点时间，你说说看。对，我实在因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没有，基本上我时间是委员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解释。那因此我刚刚有下指令说，对于今天所有所提出来的关于文创的质疑，我们要准备一个完备的新闻稿能够让来释疑。但是我自我检讨就是说，如果委员们对于我们文创创投这一块有这么多质疑的话，表示文件会必须要真正的加强沟通的部分。那你早上那么多，有的大家也举了相当具体的资料啊，包括有些公司，包括有些重复投资，是啊，我待会再给你更具体的，你有什么看法？这里头有一些是错误的资讯，那有一些呢是我觉得我检查过是可以解释的，可是需要时间。那有一些是杨委员，是我觉得在文化部成立之后，尤其是影视的产业进来了，我们要做新的盘点讨论，到最后有政策上的调整，所以它层次很多。我不会把文件会啊跟国家这个国发基金合作，然后因为文件会还没有跟新闻局合并，我不会把这样的事情拿来质疑你了，啊！但是今天早上啊到现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所有那个文件会所主导的，然后由国发基金参与的所投资的文创公司，啊，有些过去既没有成绩，啊，有些根本就是大财团，那么有些还重复啊，其实不同的人挂名，然后不同的这个董事的组成，这些难道杨委员这些我是难道龙主委你都没有意见吗？我都是可以一一解释的。你随便解释一个，我随便解释一个好了。你解释之一好不好？你解释南方岛公司跟文创一号公司跟华星娱乐公司三家公司的关系给我听。它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对啊，你要解释吗？没有，那这个之间牵涉到技术的问题，我就要请我的同仁来解释。你质疑别人对你的，不是你属于政策面。你说大家讲的不对，现在给你机会了，你要叫别人来讲。我负责的是政策面，如果您要问的是执行的操作面，我当然要请我的同仁。所以您如果要操作面的话，我要请同仁解释。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说，譬如说是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个龙主委啊？早上我看段宜康对你的这个质疑啊，标准写作家的时候这个标准，这个到文件会主委的时候这个标准，看待这个内阁看待马英九这个标准，现在连这个标准还有变化，还有政策面的标准、哦、当然还有执行面的标准。是的，我告诉主委，因为我不是去负责政策面所做的事情，政策面有问题才会发生招标或者技术面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我告诉你，我想在座我不晓得刚刚今天早上讨论，但是我看应该是没有，
十几家，十家还是十家哈、啊？所有得标的这些，除了刚刚管委员所说的以外，哪一家不是？哪一家不是跟财团关系密切？中国信托创业投资，就算盛智仁所辩解的跟云朗没有关系，但是这家公司有需要政府啊拿国家的钱，那么来帮忙投资个6000多万，帮忙来做这件事情吗？我再举一个例，博和利创业，杨登魁，其实他的这个在媒体的版图里面，他经营的非常好啊。有必要这样子，这个锦上添花吗？华登国际，你知道吗？华登国际，他原来副总裁是谁？胡锦涛的女婿，未来要专门要陈立武先生，未来要专门做两岸这个文创的发展，这个有必要吗？今天我们定这个，不管是新的成立公司也好，奖励这些这个创投公司也好。不是为了我们台湾的文化发展，或许是市场受到局限，或者是投资大家没有看到未来，文建会或者文化部不是要来辅导这些啊，来协助台湾的有些资金不足，市场没有办法呼应的，然后让国家的力量来帮忙吗？不是吗？你也点头。那为什么从头到尾，文创一号是宣明志，华星娱乐是在媒体界啊？其实叱咤风云的王伟忠，南方岛里面也有王伟忠，中影管顾，中影是不是郭台强？是不是？哪怕他登记给你的不是，用一个其他人的名字。中影在赛德克巴莱的时候跟大家说他是天使，媒体说他是天使，因为魏德胜拿不到钱，结果这里面是多少？政府里面政府出了9000万，中影才出6000万，是不是这样？你刚刚你在书里面，或者是你过去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台湾的一套价值，一套标准，难道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透过这样技术性的物谬，然后执行出这样子吗？我们国家的钱是拿来这样来帮助大财团，我还不讲其他的、啊。合同是三洋跟南洋，华洋是灿坤跟台硕，达利是友达，还有合力是哈佛校友会，每一件都跟马英九有关系。要你觉得要不要调查？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你觉得这个要不要？有没有瓜田李下？我查过，没有。但是如果要我解释的话，如果有，你要不要下台？我需要时间。龙主委。是龙主委、嗯、啊，我看你还面带春风，如果有你要不要下台？你查过没有？你怎么查？我们赖声川的案子，所有的案子来跟你要啊，你说已经送司法了，你都查过？姚委员，你可不可以让我回答一下呢？可以让你回答。第一，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说创投的结果都落在影视方面，那这一方面牵涉到将来这个影视的产业进来之后，我们要做全面的检讨，到底这个100亿是怎么样才是真正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是政策是要检讨的。第二，我现在关注的是在机制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是不对的地方，有违反规定的地方，这是绝对不被容许的。那我现在看到的它的机制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三是牵涉到，就是说真正的如果我们要扶助的是微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到底有没有被创投这个机制真正的帮助到，这要检讨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刚刚每一项我对个人都没有意见啦、哦、如果有讲到他们名字不要对我有成见，我对这些都没有意见，但是每一项的结果都是跟财团合作，而且投资了钱以后亏损都算政府的，好，那么这个每一项都跟财团，你觉得这个政策方向对吗？ 不是说投资的结果都算政府的，他的这个合作机制不是这样子的，他是相对的投资。那然后我刚刚有念赛德克巴莱案例给你听的嘛，只要是投资的话他当然都有风险。那文建会是在帮助这些文创公司，由财团所转投资的文创公司，还是文建会应该像你刚刚回答陈欧博委员的，
应该要好好的来平衡城乡，姚委员，我们要问好好的来照顾弱势，他有没有合乎规定？这我们一定要最重要的，对不对？先不要管他结果是谁得标，你要问合不合乎规定。你这些规定的结果，就是造成你的政策是完全反方向来走嘛？现在政策上，你刚刚也说要检讨了嘛？对，政策上是要检讨。你刚好，我现在问你简单的问题，最后这个东西即使都合乎规定，最后都是给这些财团，这样对不对？这不是都给的财团，这是都是啊。共同投资，都是啊，共同投资，共同投资，对，你如果有风险的话，并不是政府要付那个风险。国家拿一笔钱请了委员，没有办法看出文创发展的，没有办法看出它的潜力，没有办法去框就市场上的不足，好、啊，没有办法去让原来有没有办法去媒合这个缺乏资金的文化人，他没有帮助到，你没有做到，现在看到然后通通找这些人，这些人还差你6000万吗？姚委员，这个部分是政策的问题，这个政策的问题我刚刚说的是要检讨。所以 你上任以后要检讨，要不要把它改掉？要检讨。要不要把它改掉？我不知道，我要先做，我们先检讨，然后再看结果。这个龙主委，你不觉得我实事求是吗？你最好是真的实事求是。我看到未来的文化部啊，一个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有吧哈。一个是国立中正纪念馆管理处，都是你。你要怎么实事求是？你告诉我，依你过去的价值观，依刚刚段宜康委员啊所提醒你的，啊，我们对独裁者跟政治的受难者，那你是两套标准，你是两手，没有，你可以管理这两个单位。你告诉我，你未来怎么样？这国家国立中正纪念馆未来怎么样？这是你管辖嘛，对不对？文化部管辖。未来你要怎么做？520以后好，你要怎么做？你要不要把这个纪念啊，或者是这个一代强人，这个一代独裁者啊，一代的刽子手，从你的手上把它结束掉？杨委员，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对于正义以及非正义的问题，是关注说使它不正义的那个结构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要比去看你现在就进入这个结构啦，对，而你是进入这个结构有办法改变这个结构的人，我就要问你有没有这个 guts。 所以我会去处理它的结构，去了解它的结构，而不是针对去定义说哪一个人是独裁者，哪个人不是，谁代表正义，谁代表不正义。我要去研究的是那个结构怎么产生 的未来你是部长，你对这个结构处理的第一刀是什么？我这个结构不是指我们的机构，我是指那个正义或者不正义所形成的历史结构。那这个地方不是指机构，这个机构是不是不正义的历史的结构？我不敢这么说，因为历史比较复杂。时间到了啦，但是啊，龙主委，那个表现出你的 guts， 表现出你的标准啊，表现出你作为一个部长，第一任的文化部部长，能够改变这个结构的一点点使命感。委员，我会好。